各位贵宾、各位观众朋友，欢迎回到二零二四总统候选人辩论会的现场。这场辩论会的共同主办单位包括中央社、中国时报、自由时报、联合报、三立、台视、民视、华视、静电视、t v b s 以及公视十一个媒体。我们现在就要进入第三个阶段。 也就是候选人交互诘问的阶段，在这个阶段，每位候选人有三次提问的机会，每次提问时间一分钟。另外两位候选人分别做出答复，回应的时间是两分钟。依照先前的决定，第三阶段我们首先要请赖清德先生提问，时间一分钟，请提问。 侯市长，你主张九二共识，柯主席接受两岸一家亲，都是一个中国原则。我第一个问题要请教两位：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有没有互相隶属？第二个问题我要请教：要消灭中华民国的是民进党还是共产党？如果是民进党的话，为什么民进党已经两次执政的中华民国依旧在？ 如果是共产党的话，为什么你们要去接受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或者是两岸一家亲？第三个问题要请教，你们都主张内阁制联合政府，当然南白河大家已经看到了各种丑相。那内阁制国家是虚位元首，我要请问你们，你们是不是主张要取消总统直选，或者是要把总统虚位化？ 这样对台湾面对中国的威胁是好的吗？请侯友谊先生回答，时间两分钟，请回答。刚刚又谈到九二共识，真的，那先生，真正你真正听无呢？我刚刚讲的九二共识，不是你讲的那个方式啊，是你们污名化，把九二共识变成一狗两字了、啊，这是您一而再、再而三的洗脑嘛？ 我们主张的九二共识是在中华民国宪法，所有的共识都在这个宪法底下嘛，唔是你讲的啦。尤其你的主张会妨害到台湾的安全，你即马讲的，就是我蛤蟆头都讲的港款，你嘛是支持台独，所以你认为有阿多喊对话讲，你不可能嘛？当然是反台独嘛，你是支持台独嘛？ 尤其在现阶段，大家已经面临两岸紧绷的状况，你要坚持你的太多，那你怎么让两岸走下去呢？这个坚持更不按照中华民国宪法来走，那、啊、我怎么走呢？今日讲到内阁制，其实我当总统一定会召开跨党派的会议，然后面对国家的定位。 两岸如何走，取得所有人的共识，大家有各的主张，但是共识够重要。内阁制是一个修宪改变的机会。今、这、天、个、内阁制要修宪，马是要大家有共识啊，不是我讲的错啊。今、这、天、个、总统的职权，举例没有提到说你要到立法院国情咨文报告，那没啊？起码我跟柯主席，我两个人有啊，接受民意的监督，好好咁报告嘛。 不是老是像蔡总统哈搞几百天没有出来开记者会，这样光美超鬼了。所以的那个字是大家有共识，修宪往前走的一条路，这才是我们联合政府的。之前我们先做准备，未来朝那个字。接着，请柯文哲先生回答，时间两分钟，请回答。这个哦，两岸一家亲，我在二零一五年就提过这只是对大陆方面表达一个善意，就这样。 我说，哦、所以我在这个善意上，大家可以继续交流。那刚才赖清德一直要把这个哈、哦、去跟什么一个中国什么一直在扯上关系、啊，这就是典型的穿凿附会嘛，抹红的手段。他刚才在讲说消灭中华民国的到底是中共还是民进党？我跟你讲啊、哦，不知道你的幕僚有没有跟你讲，你刚才有私言。 你说把中华民国当做是两岸的护国神山，这到底是要促进和平，还是要给台湾带来灾难？我跟你讲哦，你们今天晚上的名嘴要忙着替你消毒这句话你现在是说中华民国是要给台湾带来灾难，那你不要选中华民国总统就好了嘛？你要选台湾国总统吗？所以这样的啊、哦，这个过度的抹红是不需要，因为提到铁板。 总统制要改成总理制，这涉及修宪，当然不是一天可以完成的。所以，我们常说哈，用宪政的这种常规，道，后一步一步。那中华民国目前修宪太困难了，所以要从宪政常规。所以，第一步应该是什么？行政院长的任命应当得到国会多数的同意，这第一条。第二，总统到立法院去接受那国情报告，也接受立院党团的咨询。第三，部会首长的任命先经过立法院委员会的。 听证，我还没有说是同意的，最起码第一步听证，我也认为目前的政治制度让小党很难出头，所以不分区的名额应该从五 percent 降到三 percent 让这个政治可以多元一点。当然那比较复杂，什么病立式变连立式哈，一般老百姓听不懂。不过总之是这样，我们是要让我们的制度哈，让小党比较有机会出头了，否则哈，这个就是会陷入两两极的斗争。 那这近年也是第一次哈，在台湾历史上有机会三党不过半，或许真的可以给台湾带来一个新的气象。现在请侯友谊先生提问，时间一分钟，请提问。把你列老粗，我怕仔你妈妈的心情，特别放一块土地，和你来有好多鬼火兴旺，这是每一个人父母亲的一个心情。但是是不是违建，已经被依法认定，你仍不爱承认。 九十二年违法的新闻件，你讲讲了怎么去？所以有公安处所给你套大扫，民警佬个给你暗看，外面有历史的问题。这个问题，你为了你自己的违建，五盖流目屎，五盖流目屎。你铁路东移，你为着遐艰苦人和你破迁人流过一滴目屎无？你讲毋是违建，你无申报财产，我完全申报财产。你讲毋是违建，是啊无交房房屋税。 我拢有搞，你给他这么更坚持不是违建吗？所以哦，不要转移焦点，要抹黑欺负人家无辜的妻女，这是大家都看不到了。人之常情，爱国不是违法东西。请柯文哲先生回答，时间两分钟，请回答。现在这个吴市长没有问了哦，我就变成帮 <laughs> <laughs> 忙打他，你知道。 这个是这样的，我就是这样。我们活在世界上，不可能说完全不做错。但是我很希望说，我们建立一个认错、反省、改进的文化。其实戴清德在处理这个代皮摇的问题啊，其实他最大的错误就是，你认错就好了嘛。你一开始说啊，那个不是违，那个是合法房屋，阿、啊、坏就被证明是违建嘛。再来哈，你又说，哎、欸，你有缴房屋税，都没有税，都没有户籍要缴什么房地税、房屋税，又是又是说谎。阿、啊、坏就说啊，那个是。 说、哦、你爸爸的那个以前的老公寮改建，我讲的好像很可怜。小时候这个台风啊，屋顶会吹走。哦，你讲到连自己都會流泪。那、啊、后来人家说，哎、欸，这空照图就很明显了，这二零零二零零三年才盖的啊。所以你又说谎了。那你现在说你要公益信托，没有建造，没有实造，没有产权，你要怎么信托啊？这是幽灵建筑啊。还有一点哦，你当公职。 二十年，财产是要申报的，这个也没有申报，欸、又又问题、啊、你当副总统，财产是要强制强制管制那个信托的，哎、欸，又没有、啊。常常是这样的，我们讲了一个谎话，就要讲十个谎话去 cover 那个谎话，后来讲一百个谎话去 cover 那十个谎话，啊，后来就被谎话淹没。坦白讲哦、喔，这件事已经到现在在，我就看不到赖清德，他已经被谎话淹没了。所以是这样嘛，认错就好了嘛。你说，我就想过得熬起来，我想。 这个就是民进党执政傲慢最让我火大的地方。我跟大家讲哦，没有人不会犯错，这是我们要让全国人民知道，我们做错了，认错改进啊，这样就好了嘛。你要傲什么东西？所以这样呢哦，你讲一个谎话，再一个谎，一谎话，坦白讲，今天我不是针对你的违建处理，你的人格已经破产了。接着，请赖清德先生回答，时间两分钟，请回答。好。 的确，人不会不犯错啦。刚刚侯市长跟柯主席就犯错。我不认为侯市长有资格说我们家的房子，因为你是我们的市长。其实，矿权废止之后，矿区内的房子没有得到妥善的帮助，没有重新编定，这个是最主要的原因。第二个。 柯主席，我们家的房子你很清楚，跟你们家的违建是截然不同的。你们是在都市计划内，有法可遵循；你们知法犯法，盖违建。矿区内的房子是没有法律可以遵循，年久失修，故宫来修建，这个是必然的结果。在这种状况之下，你用都市计划内的违建观念看待矿区或农村渔村的老房子。 我觉得这个是不恰当的。我已经交付公益信托，这个就是我的诚意啊，这个就是我的诚意。那另外呢，我也要利用这个时间澄清一下哈。刚刚侯市长说我不愿意到立法院接受这个立法院的这个国情咨询，这是错的。这个是假讯息。因为根据不管是根据宪法或是根据立法院职权行使法。 总统都有义务应立法院的要求到国会去进行国情报告，接受立法委员的国情咨询，但是并不是规定一对一的咨询，这个必须要讲清楚。那第二个就是说，当然哈、哦，我是一个感性，我是一个勇敢的人，我面对各种困难挑战，但我也是个感性的人，碰到人事物感动的时候，我会流眼泪，但是我的流泪不是为了我们家的房子。 我是感谢父老乡亲对我的支持。现在请柯文哲先生提问，时间一分钟，请提问。好，赖香德先生，我一个题目问了你两个月，你就是不回答。你说你是务实的台独工作者，现在美国政府已经明确表示，美国政府不支持台独，请问你如何务实的推动台独？美国的重量级学者也讲了，他希望民进党取消台独党纲。 你作为民进党的党主席，你现在这个你要怎么处理？还有了哦，你在前天的政见发表会说 “EC 法”不是台湾应该要走的路。哎、欸，你当行政院长为什么不把它取消掉？哎、欸，你现在還现任副总统，你要不要现在下的舞台马上去说台湾停止 EC 法？告欺骗的！我跟你讲了哦，你只有在选举的时候才不敢讲台独。那些一生追求台独的人，我还佩服他是汉子。你是假台独真骗票。请问侯友谊市长？ 哎、欸，为什么中国人替你做假民调？哎、欸，这不是模仿，这真的是有抓到人，有名有姓的。哎、欸，你觉得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这么支持你、啊，还要替你做那个民调比较高的民调、啊？这怎么一回事、啊、请赖清德先生回答，时间两分钟，请回答。所谓美国政府或者是美国学者。 反台独基本上它是一段话，它是先是反对中国用武力改变台海现状，同时也不支持台湾进行宣布台湾独立的动作，目的是要维持台海的现状。但是你们都断章取义、刻意扭曲、到处去宣传。我刚刚在申论的时候，我已经有讲到了，我赖清德不卑不亢，会带领国家维持现状。 守护台湾，稳定两岸，也会促进印太的和平。这个就是我的使命。那第二个就是说，蔡英文总统上任之后，已经公开宣誓，承诺不变，善意不变，不在压力下屈服，也不走回对抗的老路。换句话说，过去李登辉总统、陈水扁总统、马英九总统所跟中国进行的各项协议合作，通通都不会改变。 所以台湾没有废不废止 F 法的问题，只有中国拿 F 法进行以商逼政，企图谋取选举利益的问题，这个是非常非常清楚的。什么是是台独？我相信柯柯文哲柯主席跟侯市长，你们也许可以跟社会大众讲一下，台湾针对所谓台独，基本上是主张台湾的主权独立、啊。 是属于两千三百万人所有，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民国也跟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这个就是台独的定义、啊、我是一个务实的工作者，我的目的就是我在申论的时候讲到了守护台湾，建设国家、发展经济、造福人民，这个就是一个务实工作者所要做的努力。我今天正式的回答你们，接着。 请侯友谊先生回答，时间两分钟，请回答。赖请得主席，伊谈到公领导的违建哦，我一听我听袂落，你敢知道？柯主席讲，你只只咧骗，你讲你老爸晒为你的乡亲劳的，啊！你也既然遐拆卸你的乡亲，矿工那么多年了，你为什么你当立法委员，你当行政院长，你都无好啊给他改变一下。 你过来责怪地方政府，地方政府已经两度报给中央，哎、欸，内政部无差，就无差隔坑底边咧演啊！所以哦，我觉得你那个眼泪哈、啊，到底真的是假还是真啊？我怎么也看不阿，你怎知道？所以、哦、你不要老是这样用这一套、啊，尤其你说捐公益信托。 啊，那个现在为止还没有办法认定，怎么违？这个是违建，啊，如何去做过户信托？人工而塞，啊，你怎么敢送出来？刚没塞，你送了没有嘛？你还没送嘛？公半波不像我嘛？我开写也是合法的哦，合法建筑，个交税哦，刷嘞，我个财产算报噶清清楚楚，我在第一个时间啊，人工啊。 大家对青年的要多照顾。只讲关就的加讲：“关做青年住宅，做社会住宅。”伊二话不说、啊，我这边已经一半开始。你明年元月一号就这个时间就要开始啊！明年元月初一直开始。这边搞迄资料拢准备好啊！啊，未来的两年了，全部拢做。因为这边现有的组合，你别要叫人搬嘛，五十几间先做嘛，所以现在就在做了。 不能像你讲单讲这，不是安尼。另外科，柯主席在讲中国借钱借假名单，我跟你讲，这含国民党无关，不要涉建再话吧。现在进行第二轮的交互诘问，回答的顺序会跟第一轮对调。现在就请侯友谊先生提问，时间一分钟，请提问。台湾有八成的名义，支持惠慈喜刑。 支持维持死刑，反对废死。我十三位候选人，为明确表达我反对废除死刑，因为我是一个社会治安的守护者，我坚持司法正义，保护受害者，这句话永远没变的。所以，你若要改这个法律的细节，要考虑民情。所以今天你，今仔日，我来问民进党，你执政八年啊，该执行过两件，即卖还袂执行的三十八个。 啊，三十八个咯，用恁家的定的一挂办法，然后实质上是在会死嘛。即摆管理内底，一个贵矮个，我当礼拜扳过个，这些人对我们受害者如何交代啊？你看，我们说杀警夺枪，台死警察、帕死警察无代志，一个底下，所以这些是不是该执行死刑？哎，还人比亚阶级的功德嘛？恁两个是支持会死还是反会死？ 请赖清德先生回答，时间两分钟，请回答。侯市长，台湾现在没有会死了、啊、这个议题不只不仅仅是台湾，在国际上也谈了很久啊。在任何地方废死都需要非常高度的社会共识、啊。二零零九年台湾施行《人权两公约》，也是从马英九前总统时代开始。 虽无强制要求废死，但要求在死刑的执行上要严谨的程序。从人权角度，台湾现行司法在死刑执行上有一套非常缜密的程序。很多人不希望废除废除死刑，我理解大家心中的不安，但我们仍应回到问题源头来改善。最好的刑事政策其实是社会政策。我们必须承认有做不足的地方。 所以我希望地方跟中央未来共同合作，面对这个问题，让社会的力量都能够好好好来参与讨论。那第二个是，刚刚侯市长问我说：“我二零一四年去上海有没有接受落地招待？”我明确可以回答你，没有，因为我那一年是因为陈陈波台湾本土画家摆一百二十岁民旦纪念，他在上海。 学过画，教过画，所以呢，我们办了三国五个城市，包括台南、台北、上海、北京，还有东京五个城市做展。我身为台南台南市的市长，所以我前往上海参加活动，都是台南市政府的公务预算，我们没有接受落地招待。这部分向你特别说明。你刚刚谈到我们家的房子，当然，嗯、呃，我觉得民众可以这样讲，但你不行。 因为你是地方政府的首长，你所你你手上握有都市计划检讨的权利，你从来都没有提过，这个你应该要好好了解。接着，请柯文哲先生回答，时间两分钟，请回答。死刑这个议题哦，在台湾社会的确是一个争议很大的问题。你要知道哈，台湾每一个公共政策哈，一致度这么高的。 你现在去做民调，你知道，大概都八成以上赞同。为什么？你知道，这个叫一个华人文化、哦、从那个汉高祖进高中，进那关中，你知道，与民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及到底罪，所以这种死刑，你知道，有它的那个政治文化的基础。那我也知道说这个问题哦，在在我们这种华人文化圈里面，它是一致性非常高。有一次我去欧洲议会。 哇！就遇到那些议员一直在跟我游说呢。他说：“哎、欸，你们台湾希望我们帮你，那、啊、你们台湾怎么自己有死刑呢？而且你们还是说，虽然你们不能签那什么两公约啊，可是你们自己都说你们愿意遵守两公约。”这个问题是这样的啊，他就是一个，我们要知,知道有一个名词叫政治文化，什么意思？你知道？像美国人，你知道吗？他枪就进不掉，为什么？因为当年五月八号到。 新英格兰地区，哦，从英国这样过去，第一个冬天就死掉三分之一的人，他没有怨恨吗？没有啊，是你自己愿意来的。所以美国从一开始他的政治文化就是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竞争主义。所以为什么美国人不会戴口罩？枪禁不掉，但是我们也不会去一直责怪美国人说啊，你这个多么暴力，为什么枪不禁掉？所以同样的，这样哦，的确，死刑在。 不管在大陆、在台湾，甚至我现在在华人地区，这是有文化基础的。那么，这是我们很特殊的文化。可是要面对世界的这压力，怎么办？你知道啊？我目前想的出来折中方案只有一个：如果真的要不执行死刑那你就真的要终身监禁，不能放出来。你不可以哈，判死刑，哎、啊，他、啊、变成那个后来关关关啊，十五年，甚至在还不到关不到十五年就放出来，因为这个让大家不满意。 现在请柯文哲先生提问，时间一分钟，请提问。好，还在问戴先德、哦、新潮流的大佬吴乃仁担任台糖董事长，亏空亿元被起诉，你帮他背书，你说如果他有罪，你要退出政坛。现在人都关了又出来了，你现在怎么办？你什么时候要退出政坛？以前。 李全教议长的贿选案，哦，你正气凛然呢、啊，不肯进议会两百三十二天。现在民进党的邱丽丽议长贿选案，那、啊、你都说尊重司法，这不是双标吗？郭在清、陈凯玲、陈忠业、赖进林、欸，你听到这些名字，你下一次再遇到中山大学那个女生，你会装啥吗？好，我问侯市长，你连任没有多久就开始跑总统行程了。你如果要选，你当时就不要连任就好了。你又连任。 然后又跑出来，哎、欸，你不会觉得对不起新北市民吗？这不负责任呢。还有一点呢，哈，我们那个城市先议言哦、喔，要求要提供你的请假记录，哎、欸，你们都不给，要封存三十年吗？请侯友谊先生回答，时间两分钟，请回答。我的新北市啊，这十三年，对副市调做个市调，大家这样看到炒，咱一支草，一点路。 功德自在人心，咱三个拢做过直辖市的起点，咱只爱好利效率嘛。像温宅进四千两百一十七家工厂，咱无看生顺利两年，该国五十年无变的都是几位？结果温宅进是台北市信义计划东区的二点六倍，是咱霞岛哎。欸 一点三倍呢，柯主席，晓到你做八年，你嘛天底下，即摆唔是时间真噶短，你有没有快速去解决民怨嘛？啊，赖主席的，台铁东移三百几哦，嘛并无争议，台湾变啊真侪好，包括未来足够能清哦，我处理乐寿山也没有争议啊，迄种三十年亩变，我都我都改改变啦，那就我咧去社会住宅转换。 我尤其我们的公托，所以只下去一点一点一万户，这是中央甲地方甲你碰碰拍表。但未来我的继续甲规划落，一直在做，还在干。所以我的公托是新北一都超过五都的总和，基本上年轻人都很喜欢公托。我也盖了二十六公里的捷运，二十六座的车站。台北市没有啊，台北市谢谢台北市的捷运局啊。 拢替我来做工会，我嘛超过有一千斤的银华俱乐部，尤其逃到各种社会时代，内情就无半斤，公托无半斤，国民运动中心嘛无半斤，即个呢阿边个较讲？所以其实我今天为什么会出来参选，就是、都是拢是民间都做一卡，我们要建设行政效率低落，我我来做，绝对不分男女，一直甲拼落，即个是我的关键。 接着，请赖清德先生回答，时间两分钟，请回答。好，何市长刚刚两分钟又放了不少的假消息。台南市有国民运动中心不是没有，台南市也有公托不是没有。我在任内也有推动社会住宅，并不是没有。你的温子俊的增缩不是没有发生抗争，媒体都有报道，是你视而不见。另外。 另外，柯主席刚刚所提到的，如果要谈诚信的话，蓝白河六点协议签了都可以作废。其实三个人里面，你是最没有资格谈诚信的了。第二个，每一个政党或是每一个派啊，其实都有好人，也有坏人，有做好的地方，也有做的不足的地方。我的态度就是勇敢面对嘛。 该办就办，该移送就移送，该离开就离开。当初河南人的、湖南人的这一个，包括洪启昌的案件，我是看过判决书，我认为的确是有问题。后来提出来之后，的确接受到高等法院的再审，大家都应该很清楚。如果判决没有问题，要得到高等法院接受进行再审，这是何等的不容易。再审之后的结果，我们就尊重嘛。基本上。 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另外，台南市的李全教，你也去跟他助选过啊，你还举起他的手，他是台湾地方自治史上唯一啊，涉及议员选举贿选，而且议长选举也是贿选。我很清楚他议长选举的整个会选过程，所以我才进行地方政治黑金政治的革新。至于邱丽丽，我们已经给她停权。 高于民进党党的规定给他停权，目前正在审判当中。我相信民进党会依法来办理。现在请赖清德先生提问，时间一分钟，请提问。胡贸易协定十年前被太阳花学运给他挡掉，台湾的经济才有动能，不仅立足台湾布局全球，还行销全世界。这几年来，台湾的经济持续不断的成长。 股市屡创新高，台湾的经济体也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十一大经济体。在这个时候，不管是侯市长或是柯主席，都重提十年失败的政策，要重启胡茂。请问目的何在？这难道要把台湾再度锁进一个中国的市场吗？这对台湾的经济发展真的是有利吗？对台湾的社会不会带来冲击吗？第二个，在能源转型方面。 你们过去担任市长的时候，通通都说没有核安，没有没没有能力处理核废料，都不应该用核电。可是你们现在不约而同，核电厂都要演绎。同时呢，你们的能源政策里面，核电要占到百分之十以上，这要盖到核八、啊、请问你要盖在哪里？你要核废料怎么处理？请柯文哲先生回答，时间两分钟，请回答。 刚才代副总统又示范了一次，什么叫做诈骗？这个哦，太阳花学院是反黑箱哦，不是反胡毛、哦、搞清楚。当时太阳花学院民进党跟场外的那些学生答应的是什么？要通过《两岸协议监督条例》，在这个通过以后，才开始规范货贸、才胡贸，这相当清楚哦。你今天民进党执政快要八年了。 只有民进党不想通过的法律，没有民进党不能通过的法律。当时太阳花学院的结论是什么？两岸协议监督条例哦，你要搞清楚啊。还有一点呢哦，你又说人家推动胡嘛？诶、欸，我什么时候推动胡嘛？我还是问我的秘书说，诶、欸，这怎么一回事？他说，诶、欸，报告主席，我们从那个那个路委会的吼、喔、网站上面抄下来的，结果果然没有多久，他就赶快把那一段拿掉了。 陆委会里面也讲啊，先通过两岸协议监督条例，然后才货贸才服贸。我跟你讲，我还抄你们陆委会，你要不要回去先把你们陆委会那几个先处理一下，再来了哈，核电的问题。其实大家还是要诚实面对这个问题，因为台湾的半导体工业已经超过 GDP 二十了，很不幸它高耗电的。我当过十七年台大外科加病房主任，我是台湾重症医学算是当时也是算最高权威。 我们的确没有办法写那个核核灾的那种应变计划，因为哦，我们只能写到八公里。如果画三十公里，要疏散几十万人口，做好知道有困难。但是这样的哦，因为过去这二十年来，你知道，从三岛里，然后经过福岛，还有那个臭弱比，你知道哈，的确核废核核电厂的安全性是有提高的。核废料哈，长期处理的确有困难，但是四十年内是可以处理。所以结论是这样的哦。 有时候我们真的要很诚实的跟老百姓讲，说今天国家困难就是这样，我们怎么办？坦白讲哦、喔，到马路上也可能被车子撞到，难道你永远不上马路吗？接着，请侯友谊先生回答，时间两分钟，请回答。我先跟他回应，赖主席，你去上海有讲心中爱台不？阿仁哎，我刚刚讲会所讲了老半天。 反对氏，讲两块天，两个的态度模棱两可，态度较清楚嘞嘛？这才是一个态度嘛？别做国家领导人，讲个清楚，罗别往哪里讲，卖底下打模糊空间。我、哦、是主张反对费氏。今日咧讲到这个两这个、两岸经贸，民进党每一次经贸，什么事情都可以扯到政治，什么代志只能怪哇。 两岸经贸造成很多的事情不方便，不红边造成我们国家陷入困境。我的两岸经两岸经贸政策，和民进党最大差别，我是布局全球。我今天不是只有在两岸一化，R, 两岸一化继续爱搁行，但是要有两岸协议监督条例来监督。八年啊，你也要过啊！你若要有事要做，你就跟我过嘛。啊，你八年敢唔敢把一化废掉？ 啊！你啊，当作以前是诶、哎、糖衣毒药国啊，即摆甲当作保佑。所以其实这是咱上大无敢块，不要去怪别人，家己路是要变哪行。讲着核电，啊你，大家你无讲，但是想着你嘛，辉合家园，你的新出牌啊，嘛跳票啊。二零二五辉合家园保利王美花嘛是讲跳票啊，做未到嘛。核电，我以前讲，我从来没有反对核电。 我核安做好，核废料会当妥善处理，咱一定会当用核电。我讲啊，你你若无咧给我听啊，陈主席，我讲诶，这个减碳的过程当中，我一直说核电很重要，以核减煤，唔是恁咧讲诶，有干净的煤。我们会先来，即卖专台湾白电煤，哎，就是会先来，即拢是用燃煤嘛。接下来进行第三轮的交互诘问。 回答的顺序和第一轮相同。首先，请柯文哲先生提问，时间一分钟，请提问。请问戴先哲先生哦，作为台大的校友，你对当年卡管案，还有林志坚的论文抄袭案，你对民进党这样干，你的评语是什么？你也同意这样做吗？在那段时间，我没有听过你有讲这么一句话。 作为医师，高端疫苗你真的同意吗？别人我不会怪他，我会问你，因为你是医生。为了高端疫苗挡 BNT，你同意吗？高端疫苗要封存三十年的采购合约，你同意吗？当时提供给立委审阅的重要项目全部涂黑，哎、欸，这就是民进党的公开透明嘛？我也问侯市长一个其一个问题，我在内心很久了。 其实黄国昌公布他们家的赖皮寮空照图，其实新北市政府早就有了，你为什么不拿出来？你是要养案还是还是你们就是互相卡？我就想不通了、啊。请赖清德先生回答，时间两分钟，请回答。第一个，我不接受柯主席称我们家的房子是用那样的方式，我觉得非常不礼貌。一般的民众就算了。 你是党主席、总统候选人，你不应该带头做这种恶意的示范。那第二个，呢？身为台大的校友，我当然关心台大的学术自由，关心台大的发展。你你只注意到管管教授的这这个案件，但是你没有去注意到，其实一开始有声音的是来自台大的校园，而且他能够担任校长，也是在我担任院长的时间内核定的。 这个你应该通通都应该要清楚。我对论文抄袭的态度一向严谨啊。这个在论文，我在当党主席的时候，我已经做出严正的的裁示。你如果认为高端有问题，你是医师啊，你可以提出到底问题在哪里，移送检方去办。就我所知道，目前呐、啊，各地方检举的六十二个案子，检调单位都已经查明完毕，并没有任何弊端出现。你如果还有进一步的证据，我鼓励你。 不要停止，待会离开的时候就马上去地检署按领控告。另外，合约合约的部分，我赞成应该要公开了。为什么？因为高端他们的价格已经公布了，立法院也已经调阅过，监察院也已经审议过了，所以这个时候把这个合约公开，我认为人民有知道的权利，而且也可以避免了不断的恶意的攻击。我觉得这个是啊，非常重要的。另外。 何市长，我要跟你说明，我二零一四年去去上海，我讲的是什么？我说希望能够透过交流增进彼此的了解、理解、谅解、和解，用交流对取代对抗，啊，对话取代对抗，交流取代围堵。我没有提到任何亲中爱台这样的理念。我简单跟你说明，我希望你未未来不要再以讹传讹。接着，请侯友谊先生回答，时间两分钟，请回答。 其实呢，是像卡管案，最重要是政府干涉了学校的学术自由，这是做不应该。搞起码大家对这个事都耿耿于怀。公德街不是学术自由，你妨碍以外，你嘛成立促转会呢？你来记我第一次出来选举的时候，促转会变东厂诶，特钢搞抹黑，佮要定什么除过法针对我来。 佮讲一句话，现在不操作，等何时？佮讲到这個，你演戏戏，哇，听你的都上台，唔听你的佫会落台，完全掌控了所有的新闻自由，这就是你的态度嘛？佮你唔像安尼，把我的党产，拢用转型正义加回来，我不反对，该安怎就安怎，但是未来我要承诺。 我动算，我当场归零，彻底解决当场的问题。啊，唔照对，你若讲我有问题，互恁怀疑，我无法度，我一定无法度解释，我法讲互清楚。也是咱立站不掉，也是咱有散会，咱该面对就爱面对嘛。毋是你卡管你毋对，你就爱出来共讲互清楚。你我伫遐闪来闪去，即就是我想无法度看袂起的。又给你讲，哎、欸，六十三件高端，哎、欸。 坑呢？还是讲办完啦、啊？你去问人民，高端办完了吗？是你们包庇的还是怎么样？我不好意思说了，但是人民都有问题啊！你封存三十年啊，即巴等好做當時等啊个东西，免大概你啊你也算不掂，我来封存就较紧了，我来我来开解开拍开较紧了。免等啊你即马做副总统了，你即马做副总，统，你就讲诶、欸，解密啊，你有冤枉力啊，无我做总统，我是解解密。 以，该出理，我来出理。现在请赖清德先生提问，时间一分钟，请提问。好，我再一次强调，我是三个候选人当中唯一没有炒地皮、没有炒房的候选人。侯市长，你神通真的广大，一间房子竟然可以申请九十九个门牌号码，全国没有一家旅馆或民宿有能力这样做。你的家人对于学生收取高额的租金，用这些资金在新北市买土地、炒地皮。 最近又放宽容积率，借此谋取暴利，连基本的利益回避你都做不到了，你还谈什么居住正义？你又为什么又有能又有何能力领导这个国家，帮助年轻人？柯主席，你们一家人都很喜欢买农地啊，不管是特定农业区或是山坡地、保育区的农农牧用地，甚至把它开辟为停车场，破坏农地农用的基本价值。你们家说。 买农地是为了要开业，但为什么不买？为什么不买建地而买优质农地？那为什么几十年的租金，你却说你完全不知道、完全不知情？请侯友谊先生回答，时间两分钟，请回答。选举啊，选到如果歪理也可以变成理，而且连自己的亲人都甲徛了。这是没交代。我今日记者会我讲啊足清楚 我新装那个土地，是因为我们前面跟后面两块地连在一起，那我们的房屋就盖在上面。那是已经将近六十年的老房屋，我唔从来唔爱去住过，也唔爱去使用过。那个人占着隔壁邻地的土地，你阿佫佮推出来，看要解决无？咱佮到解决，无人一世人，伊嘛唔知阿变阿出去，厝间拆了，要还人家一个公理嘛？ 合情又合理嘛？尤其我特别提醒，卖哥抵押抹黑造谣，讲我合作融资奖励，我故意放宽，我得利。你真个这个是一个大谎言，跟你骗了。我们所有的我二五三二五四两个地号，都不符合融资奖励的都跟，根本迄落一点嘛你啊，迄个大角处，迄块砖拢无，到我咧炒地皮，我咧内地。 选吉，我选到安尼啦。尤其这嘛唔是阮财产，这拢是阮娘家为着阮囝过往了。奶个我讲，你吼、哦、一世人出生入死，太无两先知。你一个嫁个我过啊，攀攀去。我系孙呢，伊家讲一句话，讲吼，你唔好都过万某过万只阿囝，啊唔好都过孙。我个再个财产，摕出来。 好好来照顾你，啊！你好好去拼。阮几世人是用这个态度，全部遐财产拢是继承而来，继承而来，来面对这个问题。我很清楚，从头到頭是合法，也缴税，也所有都有规矩。什么九十九个门牌，那都是一个合法的建筑物，大家可以去查嘛。接着，请柯文哲先生回答，时间两分钟，请回答。其实，在今天这个场合、哦。 我们应该大家要讨论的是台湾何去何从，结果都在讨论我们的房地产。呢，我也很不喜欢说在这种地方哦，又又去讲讲一大堆。我虽然有时候平常很喜欢开玩笑，你知道但是面对国家的大事还是要严肃。戴兴德，当然你可以不炒土地，我跟你讲哈，黑帮老大都不需要自己动手的。恁那哦新潮流咧，变起来帮恁怎哎？ 你真的不晓得吗？阿弟阿弟，快讲哦，說道德正义哦，不知道有一天我当了总统，我才可以实现。我跟你讲，我是讲话很直的人，是非对错我们都知道。那不管我我我都会举手讲，哎、欸，阿、啊、这不会哦，好歹我会讲一下。而、啊、且也是因为我这种态度，你知道，我会相信说我的环境里面，歪七扭爸是会少很多。 我也知道很多民进党的朋友在嘲笑，用阿力顺尾调讲黑理想都不好了。但是我们今天国家不是因为这样才垮掉的吗？为了要胜选，然后在这个理由之下合理化所有的行为。今天新潮流对他造成的祸害不是这样吗？还有一点呢，你老是要示缓哦？什么叫抹黑？我也承认我爸爸帮我买那一块地，那一块地是农业用地啊，不能盖医院的。 我爸爸一直很希望我有一天可以回新竹去。我爸爸最大的愿望就是我当新竹医院的院长只 <coughs> <抱> <coughs>。只是说、啊 <coughs>，抱歉，只是说、啊，哎 <coughs>，不不好意思，所以说哈、啊，这么多年来哈、啊啊，就是人生的际遇嘛，我就是没办法符符合他的期望。<coughs> 不过这样啦啊。 不是买土地就不对了，这个你要你要搞清楚了。抱歉。现在请侯友谊先生提问，时间一分钟，请提问。赖敬德先生，你曾经说过，造物园三万多的薪水，你搞低薪叫伊都爱做工地，你嘛讲过，多数的民众大概五成以上，伊的薪水有调。 但是，先讲嘞，赖先生，你在台湾的年轻人二十五岁以下，他每月薪水三万的人，没有超过三万将近一半。你讲疫情期间台湾经济成长一点啊？你讲房价正在降？事实上，民进党执政这八年，新政案推出来八十九趴，阿啊做总统的时阵二十二趴。 买就做，做的话是三折高抛；或拎起就房价就一直飙。有学生跟你讲，买不到政府补贴，你讲去跟房东讲，你就有同理心吗？请柯文哲先生回答，时间两分钟，<coughs> 请回答。因为因为侯市长没有问我，我知道清唱你的。我倒觉得这样的啊。 其实我们在台湾应该建立一个新的政治文化，就是说，还是哪一句话的不是我们每个人都不会犯错，就犯错的时候，那能够很诚实的去面对问题，把它改正。其实台湾遇到问题太多了，我们怎么不晓得？劳保快要破产了，大学要关四十家，健保费用没办法控制，劳动力低落，哦，五缺，五年前就五缺，现在是五缺、啊、竟然我跟你讲哦，会缺但就是。 你看、欸，我看到在国宴第一第一次遇到缺灯，连卫生纸都会缺，这怎么搞的？但是这样的抱怨没有用，就是说，我倒觉得这样的、欸、利用这个机会跟全国人民讲哦，我们不是要从此选一个好的总统，然后从此王子与公主就过着幸福快乐日子。我倒是跟你们讲，我们只要选出一个人，你知道，较正常诶，哦，认真工作，哦啊，意识形态不要太强，哦，但最重要不要贪污了。坦白讲哦，不要贪污不是一个美德，你知道。 它是基本条件啊！在我们台湾，我我常常问迄迄人讲哦贪污是，伊用啊不要紧啦，卖贪伤济就好。我讲啊，还有人跟我讲说啊不要紧啦，贪污吼、喔、无罪代罪嘛，是写晒。这个就是我们国家的问题嘛。其实我们就要让这个国家正常就好。其实我跟你讲哦、喔，我们很诚实的面对我们每天遇到的问题，吼、喔、啊一条条条给它改过安得好。啊，其实这样呢，我们不可能咳咳一定改变这个国家。咳咳 但是不能幻想说，哎、啊，什么事，哦，什么事都没做，这国家也改变 <coughs>。以前李登辉还在的时候，有一次他他跟我讲，哎，四十年无解决的问题，你本想要四年解决。这句话有对的地方，也有错的地方。四十年无解决的问题，无可能四年解决。我怎样 <coughs>？我将来呢，在这一段话下面加上我自己的一段话。但是你现在不做，四十年后还是一样。 所以，就大家继续努力。接着，请赖清德先生回答，时间两分钟，请回答。好，谢谢。刚刚柯主席流泪了，我不会认为说他是为了他们家那块土地在流泪，他应该是有感于父母亲对他的关心跟照顾，所以我也希望柯主席不要再说我的流泪感动流泪是为了我们家的房子。 第二个，就以这个刚刚讲到房子的问题，你说这个是国家大政在讨论，不应该谈房子。可是今天这一场辩论会里面，最先谈房子跟土地的是侯市长，第二个是柯主席，我是第三个才回应。我也认为，在这么重要的场合上面，应该要跟国人报告每一个候选的国政蓝图。 我在申论当中已经清楚说明我的跟国政蓝图，还有未来要将带给国家走向什么样的一个方向。第三个是柯主席今天也讲，就是说国民党地方的牛鬼蛇神，要用他的时候就怎么样，不用他的时候就怎么样。柯市长第一次选台北市长的时候，也要求新潮流的支持啊。 新潮流后来看破他的手脚，认为不值得继续支持。从此之后，不断的在抹黑、造谣、攻击新潮流。最严重的是，为了要凸显自己的财政纪律，用错误的讯息攻击高雄市城局市长。陈市长已经澄清过多少次，你依然故我，这不应该是所谓新政治文化的作为了。另外，侯市长特别提到了。 三万块钱的那个造福员，他们的薪水都已经提升到四万多块钱。我当时的说法不是你刚刚所指称的那个样子。第三阶段到此结束。我们现在要进行今天辩论会的最后一个阶段，由候选人来做结论。每个人有五分钟，依照先前的约定，在结论的部分是先申论。 后结论，后申论，先结论。所以我们首先请柯文哲先生做结论，时间五分钟，请开始。好，今天对我个人来说意义重大。其实这是一场总统大选前的辩论，这是要决定台湾未来的方向的一个关键的辩论。我身为总统候选人站在这里，其实这是证明台湾人渴望改变，渴望政治清明。 渴望这个社会有公平正义。因为想看哦，我们没有资源，竟然可以打到这里，这绝对不是我们多厉害，这是因为人民的对现行政治制度的失望。我在台大医院当了三十年的医生，这三十年当中我没有参加政治，不过我是对公共事务很关心的，因为我的出身背景哦，其实一开始我跟民进党也比较好。当年哦，民进党是一个进步价值的代表。 十年过去了，很多人说：“哎、欸，柯文改变了。”其实我一直没有改变，我还是那个样子。十年来，我体会到，哈，从我从政的第一天开始，陪伴在我身边的不是任何政党，是台湾人民，是你们对政治的信念，你们对进步价值的信念，才能够让我在这十年当中一直坚持清廉、勤政、爱民、爱乡土。这一句话，这个标语是贴在民进党中央党部会议室的墙上。 十年来，柯文代表是一个渴望改变的声音，是希望台湾可以前进世界的信念。这几年来哦，各种对我个人的政治攻击啊，只是一再证明哦，民进党已经距离自己原先的信念越来越远。我在台北市工作了八年，我不会说我是什么最优秀的，不过我觉得是绝对是最认真、最务实的，面对问题、解决问题。我带领跨党派的团队 还债，你知道吗？其实还债重点不是还债还钱重点是它是一种精神因为他真的开始在思考说，我们要留下一个什么样的台湾给下一代？哦，这是一种永续的精神。政治应该落实在人民生活的每一天。我在台北市工作八年，我在台大院工作三十年。其实我每天的工作很简单，就是面对眼前的问题，然后把它解决掉，然后哈打起精神明天再继续工作。 我在台湾政坛代表，其实就是一个理性、务实、科学，把我们相信的价值跟理念哦，在每一天的实践当中，去落实在人民生活的每一天。因此，选择柯文哲，并不是选择一个候选人，他是选择过去十年来台湾社会所渴望的进步和公益。我要跟大家讲，用我过去八年在台北市政府的服务经验。 还有当医生三十年，哦，我的良知跟专业，我要跟大家报告，柯文哲还是会坚定的继续改革之路。这个国家需要改变，不可以再这样下去。我们要解决的问题很多，人口危机、劳动条件、高等教育投资不足、医疗品质堪虞、健保岌岌可危、技术正义有待进步、能源稳定。 堪忧，产业韧性，目前还还没有做好。二零五年进零碳排放已经迫在眉睫了。国债继续在增加，这个社会吵吵闹闹，我们怎么去建立一个共荣的社会？当然，我还是相信说我们要强化台湾的民主核心价值的，因为这也是台湾在世界上被看到的理由，也是我們目前在地缘政治面临这么大压力唯一的解放。民主还是中华民国在这世界。 可以存存活下去最大的安全保障，请相信，科文哲学广纳所有人才，让人才为国家所用，而不是服务哪一个特别的政党，或者是政治势力，或者财团。我相信这一次选举之后，共同社会国家治理还是变成台湾的国家愿景。这一次，唯一我们需要相信的是，相信我们自己，相信坚持了十年的我们。 一定可以一起把这个国家赢回来。明年一月三号，我要请所有相信、理性、务实、科学，相信民意、专业价值，相信政治本来就应该落实在人民生活的每一天的人，为了你相信的政治，请出来投票，投给医药柯文哲。出来投票，投给我们相信的公平正义。出来投票，投给我们这十年来一直坚持的政治改革。 出来投票，投给我们一起守护的这一片土地和国家。我也一定会坚持，国家的现在和未来都会在我们手中。你们是我从政的理由，你们是我坚持的力量，我也会坚持下去。谢谢。接下来请侯友谊先生做结论，时间五分钟，请开始。克文哲主席，他都要白晒老了，一老白晒。 是因为民进党甲幕乌全后补，但是阮嘛甲可就是讲，咱免流白泪，咱面对这一切的打击，咱要勇敢向前走。民进党的无波加一波尔，过去八年大家辛苦了。我知啊，诈骗互你困扰，贪污互你愤慨，假薪水互你无奈，民主倒退路互你真切心。 中华紧张，吼，互你真惊吓。介两公，就是咱中华民国一百一十三年新的开始。无论过去多落等、多长多艰苦，咱有机会用咱的选票来改变一切，用咱的坚定的步伐向前走。未来，我一定陪恁到底走，因为我知道。 你值得更好的未来。我们也知道，我们的下一代希望我们能够做得更好，他们会更幸福。专注无能、贪污腐败，已经和民进党对头乱搞。尤其，台独啊，柯主席一段话，我心有股股感。我顶来讲，去菜市啊，门脸的摊贩，甲关心伊生活，伊我讲安怎哩，敢在？ 新潮流眉山，台湾了一半，搁佮画三摆。所以赖先生啊，你是这个共犯结构的既得利益者。为了选举，你台独的新主播也无爱啊，马乌金币啊，你嘛要夹切啦。啊，为了新潮流要篡大钱，你嘛夹切。但是你这么严重这么破坏破败的民进党，哪有那我都救，无阿都救嘛。 我要得赢得人民再信任了。几位我非常尊敬的民主政治前辈，蒋卫水先生，他一生为台湾社会民主运动来奋斗。他曾说：“同胞需团结，团结真有力。”这句话出来算计相对的目标，台湾不需要分化冲突，不需要分你我族群党派，台湾卡智慧到顶 治国需要一个团队的力量，需要有能力、有魄力、有青年的好手带着大家往前走。何主席是一个人，超过整个政党。赖主席，你别刻一的腐败新雕流，阁继续治国家吗？何友谊，当年总统一定见过一个青年的团队，一个共治的政府，不像民进党。 独裁专制，我完全有能力筹组联合政府，来完成人民政党轮替的愿望。在这里，我要向全国人民宣誓。我要号召一场新台湾政治改革运动。我的核心价值是和平、尊严、公平、正义、清廉、勤政。 和平、尊严、公平、正义、清廉、勤政，这不是一人一党可以完成的，这需要所有有志之士共同来到顶点到顶点我相信柯文哲主席也会扮演重要的角色。因为我知啊，难道不是为了一个人之输、一党之输，是为了团结进步台湾的雄雄勇？ 用金甲，一月十三号是投票日，也是金国先生逝世的纪念日。他的青年勤政，是我一生坚守的信念。金国先生光贵及故位，今天不做，明天就后悔。亲爱的国人同胞，我从一个基层给他我这个舞台，你来变总统，感谢人民发这个机会，发这个机会。 我真正有够感动，在我人生上重要、的最后阶段，我用爱心、用爱力继续拼。哪像我一世人参加几十场的枪战，我拍无死，是老天留我这条命，这条命要做晒。过咱中华民国的青天白日，过咱台湾民主的自由，何有一一定做得到。 最后，请赖清德先生做结论。时间五分钟，请开始。好，最后我再奉送两位候选人一段话：身为总统候选人，是政治领袖，对任何个人、团体或是政党的攻击，必须要依法有据，捕风捉影不会得到社会大众的支持。那侯市长，如果真的有心改革黑金政治，贵党内黑金家族应该第一刀。 就要扫除下去，对国家社会一定有莫大的帮助。各位父老乡亲，我要感谢大家三十七年来支持民进党，让民进党从草根当中诞生，成为有力的监督力量，也成为执政党实现理想。二零一六年和二零二零年，人民的支持给予了我们力量和机会。 让蔡英文总统有机会带领国中华民国台湾推动转型改革，也落实我们长期坚持的社会价值，让国际社会认定台湾是一个文明、勇敢而且值得尊敬的国家。二零一八年跟二零二二年的挫败，也带给我们深切的反省跟检讨，这些都是民进党继续前进的。 重要力量，感谢你们大家。民意就是我们的养分，对政府、对政党、对政治个人，通通都是如此。我不是赖神，我跟许许多人一样，都来自平凡的家庭。过去我从医时，我从病人的痛苦跟需求当中精进医术，也回馈照顾他们。我从政之后，也从民意当中检讨。 反省、改进、补足自己的缺失，让我在承担更大责任的时候，能够撑稳国家的需要，让国家能够前进。近三十年来，我从明代到地方、中央的行政历练，我已经做好了准备。未来我跟美琴，我们一定会建立一个有效能的政府，照顾全国每一个父老乡亲。 另外，我也要感谢台湾人民支持蔡英文总统领导的团队，也要感谢坚守岗位的军公交同仁，更要感谢广大的社会大众。我们共同努力，已经让国家走进了正确的道路上。这八年来，我们选择务实外交、国防自主的道路，让台湾得到国际社会更大的支持。我们选择了经济转型、能源转型。 让台湾在全球的产业供应链上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也让二零五零静零转型做好准备。我们选择了年轻改革以及婚姻平权，我们彰显了世代的正义，同时也支持年轻人的进步价值。我们选择了扛起家庭生养的责任以及居住正义，我们把经济成长的果实分给广大。 需要帮助的社会大众，我们也选择了认同中华民国台湾的道路。团结每一个族群，团结每一个世代，在面对中国威胁的时候，我们才有办法共同面对各项的挑战。这是我们共同创造的，属于台湾的时代，一个更有文化自信、更有国家尊严的时代啊！一个。 摆脱依赖中国的经济，一个不再屈服于中国压力的时代，一个扛让政府扛起更多责任，接住每一个彷徨需要帮助的每一个个人，我们看见的未来，我们也掌握落实新的价值。台湾好不容易走上了这条道路。 绝对不能够再回、再走回头路。赖清德和萧美琴会持续在这一条道路上，让台湾走得更稳、走得更远。我们会打造有力的政府，不分党派，用人为才，请听民意的期待，团结所有的力量，让中华民国台湾能够有更好的未来。这不是战争与和平的选择，而是走向未来，或者是。 走向走回过去的选择，因此，敬请全体国人一月十三号一定要出来投票，支持二号美德配，让美德赢台湾，让台湾赢得美。也敬请支持民进党提名的候选人。谢谢大家。二零二四总统候选人辩论会到此圆满结束。我们谢谢三位候选人、现场贵宾以及所有观众的参与。相信选民。 透过这个辩论会，会进一步对候选人的政见、主张以及人格特质有了进一步的了解。民主需要不断深化与成长。三位候选人今天以辩论的形式，为台湾的民主做出新的示范。期盼我们都能在公共利益的指引之下，用心打造自己与国家的未来。祝福大家平安顺心，也祝福台湾。 大步向前行，再会。